我晚上呢买了一点苗子回来，我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卖的，所以只能晚上买。自己发呢又发不好，而且要不了多少。这是丝瓜，这是叶开花两种苗子，给它种一下。一颗一颗种。这里我前面种的那种西红柿，不是西红柿，是黄瓜没长，所以我重新搞这个叶开花种吧。一个是苗子不好，辣椒都长了，苗子很重要的，苗子不好根本就不长。自己种个两颗就行了，这个长出来很多。总共我买了五颗，肥已经施下去了，所以不需要再施肥了。高丽菜回家吃。这个菜呢，其实很嫩的，也比较好吃，直接炒也好吃，哪怕做窝条也好吃。我都没怎么打药，所以它会长那个有虫子咬的，它一点不打的话也不行啊，一点不打它就长虫子太多了。好了，回家了，该发的发出来，不该发的也不发出来了。去地里干活回来了，然后呢就吃点粉得了。昨晚不是剩有很多菜吗？昨天剩的菜，然后买了点粉回来，下粉进去就是一餐了。这是原粉，把它煮一下煮熟。我看一下搞点配料什么的，要不搞点春芽，春芽又有了，又摘点春芽吧。要点点配就行了，不需要太多。好嘞，煮差不多了，再把这个下进去，全下了。我也懒得再拿碗了，就是这个，再把这个春芽，这叫春芽粉，春芽热粉，但是必须要有一个辣椒水。辣椒水才香，辣椒水可以解决一切，和平时调的辣椒水差不多的。辣椒我都懒得搞了，就这样了，就搞点霉豆腐就行了，可以开始。再一下那辣椒水才有灵魂。加入春芽进去更香。再夹去，夹到碗里来吧。
肉肉在边上，接风有点大。再加点，不加这个就有点咸了。其实直接拿锅吃都可以哦，精华都在锅里面呢。饿了怎么都好吃。本身这个饭，本身这个热也好吃。别搞了，哎，这个还小，直接倒到锅里，直接倒到锅里吃还方便一点，倒来倒去，倒来倒去。平时也吃不了这么多的，可能是今天饿了。这天气热，出太阳了嘛？天气热了，我看到别人戴那个墨镜，好酷，好酷，好帅，好漂亮的。我也想戴，但是我架不住，觉得我就是缺少一个鼻子，缺少一个鼻梁。我看朋友们，有些朋友以前就是，也戴不住，后来他把鼻子，去流水线上一身材的话，就可以架住那个眼镜了。我要不要考虑搞一下？今天天气很好，到晚上还是要再去浇一下水。是没了，肉没有了，粉也没了，碎汤。
喝点汤。